Hello， 大家好，我是疯子啊。那个刚刚从外地回来，然后今天的话呢是组织了我们成都的虫友们呢，大概40多个人啊，来到了我们大邑县这边，在西宁雪山的那个下边，我们玩一个桨板。现在的话我们还处于一个陆陆续续的人到齐的一个状态。现在呢可能大家都要陆续到了，先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待会儿再上一个安全的教育课啊，然后才下水。待会儿有什么样的一些精彩的瞬间的话呢，你和我一起去感受。好，介绍一下哈，他叫阿杜，会唱歌不？阿杜，你让我看透。我们现场手工制作项圈儿。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有些狗狗都已经到了。然后这个环节的话呢，就是放开，让狗狗们呢去相互的认识一下，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社交。既然能够带出来玩的哈，这些狗狗的话，他们肯定是更想认识更多的一个朋友吧。所以让大家放开，放心一点去认识。我是今天的 DJ 哈，最主要的领队哈是今天的小海，在这里。大家掌声啊，来点嘛！好，谢谢。然后我们朋友就把那个我们转发啊那个推文到群的那些家长的那个奖品先发了，好吧？要很好的金克斯夏天，只有一盒哟，只有一盒。下面一位橙子，哎。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哈，然后现场的话呢，大家基本上已经到齐了，你们看这里，辛苦了。See that wardrobe, better award shows. Now it's your name in the envelope. Like, it's your undress rehearsal. So take your clothes off, show me how you show up.